我是乡野吉祥，今天呢，我到这个水泡子都已经结冰了，现在能上人了啊！这个冰已经能上人了，要在这嘎、下个地笼，捕捉那种老头鱼啊，东北老头鱼，咱们先下下看能不能下上地笼啊，刨个冰窟窿去。大冰溜这么厚了，好了，这个冰洞已经打开了，现在用这种工具啊，这里边是装电池的，这两个齿轮它会转动，顺着冰底下把这根绳给牵过去，牵过去以后再下网，咱们看看这个开关好不好使呢？啊，这个轮子开始转动起来了啊，这个轮子，然后一会儿就顺冰底下走。看看这个工具啊，这是一种冰下穿网器，也叫水耗子。好，现在开始给它穿过去啊，从冰下穿过去。好，无敌小火箭就过去了，看了啊。这就去上对岸了啊，到对岸了，然后从对岸再凿个冰洞，再出水就行了。啊，已经到内岸了啊，咱们上那边岸去，上内岸去把这个绳给它拽出来。哦，过去拽绳去了，从这边绕下了。好，现在已经到这岸了。把这个取出来，这样冰冻的薄啊，这样冻的薄，这样冲阳光，这边冻特别薄哈，直接就能拿出来。这个解开。然后开始往这边拉绳，这边拉绳，那边那个地笼就下水去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这个地笼已经下完了，在这下着去吧。咱们到明天或者后天来收出这个地笼，看里边鱼货多不多啊？谢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欢迎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啊，以后咱们就可以冰下捕鱼了。喜欢冰雪的，冰雪世界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。再见，朋友们，下期见。